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爱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垂帘针的棒针花样。这款花样呢，起针数啊，需要是14的倍数加一针，然后再加两针编针。那么我起了一组啊，14加一加二，所以呢，一共是17针。我们来看花样的第一行，第一针挑，重复14针的花样循环去织，一针正针。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再三针反针，正针中上三并一，将前两针正挑过去，第三针织正针，然后呢，将正挑过去的前两针一起拨收，再三针反针。两针正针，然后呢再加一针啊，我们循环去织是到这里加一针，这里啊，这个不能忘了。到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两针织，一针正针，一针反针。第二行以及后面所有的双数行织法都是一样，我们呢就顺着纹路去织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正针织正针，这个反针呢就织反针，加的这一针呢我们也是织反针，就顺它这个纹路去织，正针我们织正针，反针，这个小横杠的呢就是反针，辫子针形状呢就是正针，这个是加针，编针呢我们都是织反针。好，这个后面双数行我就不再织了啊，就按这个第二行的规律去织就可以了。来看第三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重复14针的花样，两针正针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两针反针，正针中上三并一，然后呢，两反，两针，加一针，再一针正针。重复这一段，最后呢还是剩下两针，一针正针，一针反针。好，来看第五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三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一针反针，正针中上三并一。然后一针反针，两针正针，加一针，再两针正针，重复这一段，最后也是一针正针，一针反针。来看第七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四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正针中上三并一，再两针加一针，三针正针，重复这一段，最后一针一反。来看第九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先织一个正针右上二并一，
正挑第一针，第二针是正针，然后拨收。然后我们重复去枝的部分，三针反针，然后我们穿入左棒针，第五针，一二三四五，第五针左边的这个空隙，这里面穿入，我们拉出来一针。然后呢，将左针上的线圈这一针第一针了，就是这一针正针，再拨收一针，然后呢，我们继续往后织一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一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。三针反针，后面呢应该是织正针中上三并一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就起了一组，就如果是起了两组及以上的话呢，你这里应该是织一个正针中上三并一，这个前面织过了然后呢循环去织，织到最后一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一组。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直接织正针左上二并一。最后一组我们是织，这里是织正针左上二并一，之前的每一组呢都是织正针中上三并一这点要记住。然后最后针编针至反针。第十一行，挑，然后我们先织正针右上二并一，接着我们重复去织的部分，两针反针。两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三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两针反针。那么这里呢，跟第九行的这个规律是一样的，就前面任何一组就是我们这里呢都是织正针中上三并一。直到最后一组我们现在织起了一组，那这一组呢就是最后一组，对吧？这里呢我们是织正针左上二并一，最后编针反针重复前面这一段。第十三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也是先织正针右上二并一，然后我们重复一针反针，两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五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一针反针这里呢也是跟前面一样，之前的每一组呢都是这里织正针中上三并一，到最后一组我们这里呢就是织正针左上二并一重复这一段，编针反针。第十五行，挑，开始也是正针右上二并一，接着呢重复去织的部分，两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七针正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这里一样前面都是织正针中上三并一，最后一组呢织正针左上二并一，最后编针反针。第十七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穿入左棒针三针，一二三，左边的空隙跟前面那个五针的织法是一样的拉出来一针。然后呢，第一针我们织一针正针，拨收，将拉出这针拨收，然后加一针，直接织两针正针，
接着我们重复去脂的部分，三针反针，正针中上，三并一，然后呢，三针反针，啊，这里也是跟前面有一个一样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起了就是很多组，对吧？不可能起一组，至少是两组起。然后这里呢会有很多针数，那么这里每前面每一组的织法，这里的织法应该是织前面这个五针的花样啊，就是穿入棒针。一二三四五，比如说五针，五针左边的空隙穿入，然后我们拉出来一针，第一针织针正针，然后拨收一针，对吧？那么后面呢，就是我们织一针正针加一针，再一针正针加一针，再两针正针，啊，这就是五针的织法。那么循环这样去织，织到最后一组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最后一组啊。最后一组呢，我们这里还是要跟开头一样，织这个三针的花样，穿入三针左边的空隙。拉出来一针，然后第一针我们织一针正针，拨收一针，加一针，两针正针，啊，最后一组这里是织三针的花样，前面呢这里都是织五针的花样。五针花样前面我们示范过的啊，在第九行里面有示范过，啊，重复这样去织，最后边针反针。后面呢，我们就始终重复三到十八行循环去织啊，注意是从第三行开始循环的啊，不是从第一行。我们重复三到十八行这样去织，织出来这个花样呢啊，就是因为我现在起了一组嘛，就是看不太出这个效果。起的多的话，这个花样织出来是比较啊花哨复杂一些，看上去啊，那比较适合我们去织一些比较精美的这种女士的啊毛衣啊、套头衫啊等等，嗯，花样呢就是它的效果是比较好的。好了，那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